如果你来到我的战队，子怡会来现场给你加油。果然是汪老师，言出必行，说到做到。选一个合适的裤子就 OK。 你有没有就是筒裤直腿的，穿上小靴子就行了？东挑挑西选选，国际影后亲自出马担任造型指导，章子怡做起师娘超尽责。类似这样的小皮鞋，尖头的，稍微有点儿就行。歌唱选秀节目即将进入总决赛，学员辛苦备战，导师汪峰特地找来泰座助阵探班，明明是要帮学员加油打气，不过这对明星夫妻却时不时来个放闪，大秀恩爱。子怡老师呢，我觉得他可能对你们叫姐姐就行了。好，姐姐我叫着别扭好吧。一下娇嗔要老公喊姐姐，一下又要汪峰当人肉吉他架，两人互动好甜蜜。大概是这个剧，那我只能欺负你了。好嘞。看来当了妈的章子怡是越来越放得开，把亲密摊在镜头前，可是一点也不害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